不会，它本来就是那样的。哇，哎，不错耶。我跟你讲，狗兵穿这个衣服很有那个样子。对啊，还有那个型哎，嗯，那型。狗兵哦，我们太嫩。下次你看到那个《赛德克巴莱》那个导演，他可能会考虑哈，那个续集考虑。那你先来学那个赛德克话。赛德克巴配音就行。哎呦，啊，那么简单，配的时候也不好配呢。哎，来，再来根据啊，要拍的话，我不要，我照照过已经，照过了，你没有照这种的，没有穿那种吗？嗯，服装不一样，服装不一样，你去照啦。你要夹克，那人家跟你比较说，以前年轻的时候，现在跟老的时候，那个夹克脱起来，那你十年后再来看就不一样了啊。不清楚，左手，左手，左手右手，哪里？对啊，你妈妈们，左手在哪里？这里。手举起来，左手右手都有了。那以前挂印花布的用意是什么？这样擦脸。妈妈呢？花布。不是啊。冷的时候，要足够转转过来。这应该转过来一点。啊，以前没有长裤啦。没有，没有，一学期啊，刀是没有。要不要海苔？不要海苔，要。我那个海苔要剪一下，要那个刻纹。你是哪一位啊？我来了，是我。哎呦，你好几次来都没有穿这种的，你是穿那种？我以前好像有，我记得好像有穿过，忘穿过什么，好像有，但应该也有照过，是但年代久远。那是谁啊？你认得出来的？又一个赛德克。我不要。我不要吃。我不吃了。你要不要吃个香蕉？你要不要吃香蕉？好，哦，像。来，看这个，看这个。哎，还是有像的。妆化。